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。今天呢，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唐城坊。唐城坊在牛车水这一带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吃buffet哦。然后这间buffet叫做桃苑，然后是港式中餐厅的吃到饱。那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对，今天来吃那趟的唐城坊。今天我们来的是桃苑，这是 OK。然后我们今天吃它的buffet，吃到饱buffet。然后这个是吃到饱buffet的 menu。我们全部都先点一个。这个是我们的第一 round， 哒哒哒哒哒，把费，不到两个人，这是泰式五香，泰式五香，这个是紫洋葱切丝，然后是生的。萝卜糕，萝卜糕他点了三块，这港式萝卜糕，这是唯一一个只能点一个的，叫做蟹肉蟹糕中包翅，我没有看到鲍鱼耶，我没有看到鲍鱼，鲍鱼在哪？切很细。红油抄手跟凤爪来了，那这是叉烧包，流沙包，叉烧包跟流沙包，这是鱼翅，有看到吗？鱼翅，我们的烧麦，这是虾子。这个是紫菜虎皮卷，噔噔，它里面好像有包东西，试试看。嗯，这是酸辣木耳。酸辣木耳，中文不好。这个是冬菇条，冬菇条，炸的嘛。这是金鱼，金鱼蒜巴，丁鱼趴，好奇怪的名字哦。金鱼蒜巴，丁鱼趴，鱼在开 party 这样。这是金鱼蒜蒸巴丁鱼趴。就是蒸的巴丁鱼，然后上面是蒜这样。这个是糖醋，哎，我反正把这吃掉吧。好，这糖醋什么？宫保鸡丁，这是宫保鸡丁，宫保鸡丁，这是宫保鸡丁，宫保鸡丁。蒜泥我 OK 了。这个我不知道，这是咕噜肉吗？这个是咕老肉。OK， 咕老肉是糖醋。醉虾是两份的。醉虾来了，然后这个是炒饭，扬州炒饭。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炒面。然后这个是四季豆，干煸四季豆。然后炒面来了，这个骨油方，然后这个是四季豆，干煸四季豆，然后炒面来了，这个骨油方菇丝炒面，这是印尼生虾，然后这个是
药膳醉酒三虾，这两个是蒜香冬菇炒白菜苗。好了，我们的菜全部都到了，噔噔噔，有够多，真的真的。这两个虾我们就可能要剥不完了。这是鲍鱼，这是我们的甜点，这是莲子红豆汤，是热的。然后这个是清凉白玉冰，是冰的哦。然后里面还有两颗很可爱的东西，给你们看。哎，三颗，三颗。这个有没有很可爱？好像小蝌蚪，超像小蝌蚪的。咕噜咕噜咕噜。它来到，它有三个颜色，黄色、绿色、红色。白玉冰有三个颜色的蝌蚪，刚好红绿灯哎，好可爱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的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